水莲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既然你说喜欢简单，那我们就简单的解决。 你到底是谁？谁派你来的？我是田水莲，没有人派我来。我喜欢你，兔子他知道。我希望你跟我说实话 ，OK？ 我真的喜欢你。 我更喜欢绿卡。那你只有到阎王那里去拿了。我说，我是稻田青衣的女儿，稻田莲子。稻田莲子。 我不相信，我真的是稻田青衣的女儿。我真的是不相信，除非你告诉我，袁青花在哪儿，那我相信你。你说吧，袁青花在哪儿？嗯，你看，你说你是稻田青衣的女儿。 那你就应该知道袁青花在哪儿，这是你唯一可以活下去的理由。嗯，好，你给我和我父亲绿卡，你可以得到袁青花。嗯，让我猜猜看看，应该是在。 天都饭店，那小旅馆呢？OK， good luck。 欢迎光临。 有个机会，符合你的条件。戴维明天在三元楼，请钱生吃午餐。明天，钱生不是约了我们钓鱼吗？没错，我派人在三元楼外接你，等你完事。行，需要多长时间？用不了多久，把事情办成了就行。 注意成功。哟，先生，您看看我这画怎么样？啊？哎，先生，哎，坐坐坐坐。好。哎，先生，看看我这画。 Thank you.
道海不复回。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你说这是豪迈还是悲叹？是慨叹吧。哦，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诗人的慨叹。一个有政治抱负的诗人的慨叹。哎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君坐，请吧。好，请。刁小姐，请。请。戴小姐，您的慨叹之论使我深有启发。我是想，李白的豪迈情怀之中藏着的应该是悲观，经戴小姐这么一说，慨叹更为确切。小女子古往说之，君坐古往听之。哎，不，戴小姐见解新锐，使钱某豁然有悟。尤其是那句有政治抱负的诗人的慨叹更为确切。其实有作为的人终将是以慨叹谢世的。戴小姐，你是我非常钦佩。那是因为伪作吧。哦，我就是听了伪作太多的慨叹之论才有此悟。是吗？本来想轻松点和君坐用餐，是您太深邃了。谬奖，谬奖。那现在咱们来说点正事吧。好吧，悉听尊便。来，戴小姐请用。对不起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好。小姐，小姐，嗯，这是一位先生给你的。谢谢。他人呢？他走了。嗯。回别墅，不去南京站了。不去了。昨日的京城，南京站可以用翻江倒海来形容。杜磊，一个脾气反复无常的人，自然有翻江倒海的能力。不过他既翻不了江，更倒不了海。他现在很尴尬。你同情他了？他不值得你同情。为什么？他对党国忠心耿耿的。他不是对党国，是对他自己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说得不错，可还有一句话，人若为己，天荒地老。没听过吧？没有。我听过天荒地老，没听过人若为己，天荒地老。戴小姐，人不是为自己活着吗？那你是在为自己开车吗？名字起得好啊，这字嘛也写得好啊。你真的很喜欢他吗？
当然。去哪儿？上了飞机，你就知道了。明白了。吴兄果然是成事之人呢。哪里哪里，只是天公作美。哪里是天公作美啊，你这分明是龙王在作弊嘛。哎，历史啊，真是惊人的相似。隔江为据，东山再起。当年啊，项羽就是不肯去江东，放弃了东山再起的机会。如今老蒋也是想隔江为据，东山再起，只是苦于说不出口啊。美国人向中共施加压力，想形成全国南北割据的局面，可是中共完全置之不理，这是金鸡破晓三更梦啊。老蒋想执政半壁江山的梦看来是做不成了。他非但是属于毛泽东，也有辱于楚霸王啊。在重庆，毛泽东给过老蒋机会啊。是啊，只怪老蒋啊，忘记了当年给戴季陶跑腿的事了。是啊，如今国军惨了，死守南京，谁都知道这是螳臂挡车，自取灭亡。想意志另立吧，又时光不再；想投共起义吧，又举棋不定，更何况不知道路在何方啊。哦，中午委座的特派员啊，请我吃午饭。戴维戴小姐。对，戴维你是应该知道的，他现在是中山一号的负责人。戴小姐人怎么样？很有意思，他说啊，凡是有作为的人都是以慨叹谢世的。他说他听了委座太多的慨叹。大实话，老蒋的慨叹实在是太多了。何止是老蒋啊，眼下我和我的同僚们大概都只剩下慨叹了。钱将军不必吧？我与镇海兄为友，所以与吴兄同在钓鱼台。钱将军的意思是我要和中共统战部的要员密上，
我马上安排。好，地点最好在上海。可以。好，那我明天就去上海。如果吴兄愿意与我同行的话，就坐我的车。那再好不过了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哎，动了。嘿。哎呀，好大一条鱼啊。啊，你这话怎么听起来像是在说我呀？我已经向你交底了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那就是众叛亲离。你说我对党国赤胆忠心，可党国对我呢？站长，我们还是想想办法吧。我现在的心里只有你，你是我的学生，最好的学生，唯一能够理解我的学生。我曾想和戴小姐风雨同舟，可风里来浪里去，不是那个意思。我也想和局座同舟共济，可他根本不把我当人，欲灭我而恨速不达呀。我们现在唯一的出路，就是保证中山一号行动，哪怕它是个阴谋，只要我们尽力，委座会给我们一条出路的。如果能够粉碎中共阴谋，抓获共党要犯，那就是双保险。当然，要完成任务，必须请少校出来工作。问题的难度是，我们必须给上面一个交代。那您问了戴小姐了吗？问什么？少校执行他的命令。他没来，我也没问。为什么？也许不问更好。那少校，我们再想办法吧。明白。我一定贯彻您的意思下去，用事实说话，粉碎中共的阴谋。好。审时度势是眼下国军将领的主要功课。那何去何从，就是他们日思夜想的课题了。听钱胜讲啊，是国军军心所迷，只是没有人指点迷津而已啊。那倒未必，有些人即使是明白了，也失去了选择权。比方说杜雷。他手里倒是有牌，如果他能放了老沙，我们不欢迎吗？那得等他放了再说。那有没有这个可能呢？听说他差一点被毛人凤给绞死。那是戴笠死了以后，军统内部派系斗争。好了，不管这些了，明天我派车送你去军部。算了，郑海兄，你的公馆一直被他们监视，你得格外小心。我没事，我手里还有王牌。一号，你要是走了，老张怎么办？让老张先沉住气，准备工作做得越充分越好。这件事我心里还有点发毛。你没听钱胜说吗？戴威中午请他吃饭，说的并不是中山一号的事。他很可能是给我们留了一手，像他这样资深的军人，完全能有驾驭事情的节奏。有可能陆运的事，杜雷只找过他一次，这说明咱们的线报是正确的。中山一号行动计划并不是迫在眉睫的事，咱们还有时间。是啊，我现在感兴趣的倒是四象桥的事儿。如果真是宪兵队干的，那就说明老蒋不但有两套计划，说不定有三套计划。明里是保密局南京站，暗地里是宪兵队。一方面是中央银行地下金库现存的国宝，还有一方面就是国际盗宝集团正在交易的文物古董。我们要保住的不仅仅是地下金库这批国宝，我相信还有一个藏匿国宝的地方。我让兄弟们放线去暗查。我还想在戴威身上多动动脑子。
好啊，如果可行的话。这么多年了，每一个人都会有变，他到底变了多少，看看再说。嗯，是啊。给我根烟，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给我根烟啊！快点，你不是江哥，我还以为是江哥呢。是江哥，反正你不是。2小时28分钟，上次是2小时10分钟，上次是下宫的水道断水的话，这次我们是汤水来了。你是特务，你是特务，你是个特务啊，你是特务，你是特务啊，你是特务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呢？啊，你这特务，你说地下下水道铁管子是藏匿中共武装的地方？没错，这是个重大发现。站长，绝对是重大发现。我建议我们现在马上派人把下水管道的每个进出口都挨个查个遍，肯定能把中共武装给挖出来。我现在需要知道的是他们现在藏在哪，而不是把他们挖出来。所以你要回去继续扮演乞丐，要查个水落石出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好，他不在房间。
于是，戴敏珠，你还认得我？明珠小姐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稻田青衣呢？他知道你要来南京，他跑了。啊！跑了？跑了！他昨天晚上就跑了。跑哪儿去了？我不知道。啊啊！说，跑哪儿去了？明珠小姐，我不知道。明珠小姐，我可以帮你找到他。我们家袁青花呢？在他那儿，在他那儿。在南京。对，鬼子还没把他运到日本呢。明珠小姐，我是老爷的。闭嘴！啊！还敢踢我爹？明珠小姐，我对不起老爷。我对不起老爷，你就是日本人的走狗，卖国贼！救命啊！你要做的只是征服一个女人，斯文特先生。征服一个女人，说的都轻轻。哎，谁说的？你姐夫，他以为是在拉斯维加斯找跳舞女郎。喂，听说那边很贵的。好好开车吧。这回你领教了吧？我去找他。去哪儿？哪儿找？算了，他自己会找上门的。还是去七号别墅吧。啊，七号别墅。小泉，开门啊！哎，老板回来了。哎呀。刚才进去的那个人，就是一品轩的老板吴同光。老板，您的信，傍晚送来的。好。原来一品轩的前老板是个上海女人，叫任荣芳的。正好我明天要去趟上海，顺便会会这个任荣芳。小泉，我走这两天店就打烊吧，你关心关心那个信证，注意天都饭店的动静，一切等我回来再说。哎，好的。啊，对了，老板，我把这一品轩都翻遍了，根本就没有什么暗道啊，也没有什么保险柜啊。我早就跟你说了，如果这么容易就能让你找到的宝贝，那宝贝就不值钱了。等我到了上海，会过这个任荣芳，咱们就能确定这家店里到底有没有宝贝。
镇荣芳43年底从抽鸦片破产的龚文兰手里盘下这个店。这家店原来叫文样阁。一个上海女人为什么跑到南京来开古董店？哎，老板别想了，早点睡吧，您明天不是还要去上海吗？知道不会。如果有一天因为工作的需要我们俩必须分开，那咱们俩的精神还在一起？不可能，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，并肩作战，永远不分开。好，当然了，除非老天爷捉弄我们让我们分开。老天爷不会这么狠吧？啊，哥，那里是银河吗？让银河见证我成为你的女人。元青花真那么值钱吗？不光是为了钱，那是我一生的愿望。为了他，我用尽了心机，不惜一切代价，收买了戴鹤楼的管家郑启昌。为了他，我杀了我的中国挚友戴鹤楼，他的全家我都没有放过。你不是说他女儿还活着吗？是，因为我要创造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。那个把袁青花带到中国的中原芳子，没到日本就跑了。是的，他没有让我们把历史编造好，他就失踪了。押回东京那几个人都被打死了，我的梦碎了。跟你一起编造历史的那些人，都被绞死了。只剩我一个，所以我要把袁青花带到美国，向全世界宣告，这段惊人的历史依然存在。我要将碎梦重圆，用我的袁青花。从这儿进去估计是不太可能的。哎，我知道这房子后面还有条小路，那边应该没这么多人守着，看来我们也只能从那儿走了。对，这是你的证件，我的副参谋长。谢谢。我希望早一点和耀远见面。一到上海我马上安排。怎么没有电报也没有电话？听说
戴威也在上海啊。是吗？嗯，他是去慈溪见老蒋，然后路过上海。不瞒你说，他和我一起回南京。哦，我也是昨天晚上刚刚接到总统府的电话。回去，你可以坐我后面的那辆车。好。中山一号不会是个空炮弹。我知道老蒋的手法。一部分国宝运往台湾，另一部分国宝，也许戴威都不知道，他的目的地在哪。所以，保住这批国宝，不在我和耀元谈判的范畴之内。这我知道。我相信啊，你们不仅仅是只在等着我吧。哎呀，死得好可怜呐。你看，我一看那个家伙他就不对劲儿啊，啊，两只眼睛吃肉吃的又黑又亮的，不像我们眼珠子发黄没有光。找个地方把它埋了。是，再不埋老鼠就把它给吃了。来，兄弟们，来搭把手。宁断脖子那就不是一般的凶手，一定是特务。特务？对，不是军统，那也是中统。一号说的没错，是我们没来得及拿走的图。那张图等于告诉敌人我们的意图。一号说的不可预知的情况出现了，一号要后天回来。问题是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找到那个特务，他会告诉我们他们究竟有什么意图。现在敌人还只是怀疑和猜测，一旦他们发现人不少了，等于证实了他们的怀疑和猜测。你去找那个魏老大，我要跟他谈谈。魏老大出去赴宴去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要马上行动。王队啊，你那边怎么样？我们没问题啊。哎，等等，有两个问题啊。第一，特务在什么位置我们不知道，万一撞上了怎么办？杀了他。可是队长，我们这五六天的时间必须在敌人不知道我们的情况下进行，万一撞上和杀死那个特务，我们都会暴露无遗。你说的第二个呢？第二，魏老大不在，放水的问题根本解决不了，但那个特务必须要除掉。嗯，刘一村，你一定有办法的，你去除掉那个特务，又不要让敌人发现。老张，你刘一村，你行的，你现在就去行动。我们这次行动成不成功，就全看你了。是，诸位，这个地方就是中央银行的贵宾休息厅，可以容纳8到10个人。部队长，到。把你的部队分成两个小组，10人一组，配备最先进的武器，今天晚上同时行动。一支进入到中央银行的贵宾休息厅，另外一支进入到下关下水道的分离站，听明白了吗？
我看见了信仰。如果我倒下再醒不来，请记住我热血的澎湃。如果我一句叫不回来，请用烛光把我静静等待。你知道我的存在。如果我倒下再醒不来，请记住我热血的澎湃。如果我一去就不回来，请用烛光把我静静等待。我会化成微风，你知道我的存在。